如果冬天喜欢穿一身黑的女生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种自带假两肩的内搭，它可以避免我们穿全身黑的沉闷。加了这一点点白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腰身分割出来，即便它并不是腰线特别高，但看起来依旧是有搭配的层次感，而且还不压个子。虽然它是一个基础针织衫，但越基础的单品要越好穿，所以像这种款式的话，上半身袖口以及领口的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贴身的，然后在大身的地方要相对来说是要有点空间，所以咱们胸围再大或肚子再大都能把肉都给它藏住，它的面料又是比较细软的，它就很舒服。西装或大衣的话就直接套上去就 OK 了。其实这个款式一共有5个颜色，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俩比较实穿，不会有那么冷的时候，内搭我就穿这种毛衣，然后外面就可以穿大衣，下半身就直接穿牛仔裤，黑色的靴子加一个水桶包。其实这个真的是我很喜欢的穿法，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大衣，然后里面又自带叠穿效果。如果是想要再保暖一点的女生，咱就围一个围巾，我觉得这种穿法真的是有品味又好上手。